再来看到四川省西南科技大学三号晚间，有60名大学生在台上表演中共红歌的时候，舞台突然倒塌，后三排同学全部摔倒在舞台下，引起舆论关注。现场视频显示，60名大学生在舞台上排成四排，前两排是身着红衣裙的女生，后两排是身着白上衣的男生。当他们合唱中共红歌《地道战》时，舞台突然坍塌，后三排学生瞬间消失，现场一片混乱。网友纷纷嘲讽，幸好唱的是《地道战》，这要是唱《地雷战》还爆炸了呢，还是土建学院呢，难怪中国那么多豆腐渣工程。中国的很多工程都是豆腐渣工程，本来建工程的钱是足够的，但是因为被贪官污吏所收过，所以的话呢，就导致了这些工程的质量不过关，导致出现这样的恶性事故。是这个事情是很诡异，让人也觉得很可笑。5月9号，贵州也曾出现一起舞台垮塌事件。当天，毕节市大剧院举行所谓的“中国梦”职工歌唱比赛，80名警察组成的合唱团正在彩排时，舞台突然垮塌，所有人都掉进5米深的台底。网络作家金楚认为，自从中共掌权以来，发动无数次红色恐怖运动，几乎毒害了所有中国人。唱这种为暴政歌功颂德的歌曲，很容易引祸上身。上次毕节的出现一次，这次又出现了，唱那些红歌很不吉利嘛。从历史上来看，那些唱红歌的崇拜毛泽东的那些都不得好结果的。去年10月6号，山东一名男子在济南全福立交桥广场唱红歌，当他唱到第二首歌的一半时，突然倒地死亡。新唐人记者李运、建明采访报道。